好，那现在要来做早餐，今天吃蛋跟火腿就好。下一个料理绝对会很变黄色了，因为爸爸这个蛋好像有便便。没有关系，这是他那个，他是受精，那个他是可能会生出小鸡的蛋。赶快把它煮熟。上下要有点循环的回绕。好，我们先洗锅子，洗干净。放在香蒜面包里面啊。猫咪来，猫咪来点薯条吧。冰淇淋，买了一超子全餐。那薯条加一个薯条。好，大厨。对。